我心心念念的藕粉终于到样品了啊！这款藕粉是最合适的一款，它也是一桶500克一斤装奇亚籽的坚果藕粉，太适合减脂期间吃了，因为它里面带奇亚籽，饱腹感特别强。现在下单两桶就给你们赠送一个玻璃杯，再加一个金属勺。这个玻璃杯不用多说了，它是公认的好杯子啊！下单两桶给个玻璃杯，再加一个金属勺，这个勺子质量超好，老铁们，你正常买的话都得8-9块钱。然后我现在给你们录个冲泡的教程，新开的一罐啊。这款藕粉也是粉末状的啊，正常一个女生的话2-3勺就够用了，你胃口大的话可以放3勺。哎呀，这个勺子我太喜欢了，超大了。第一遍一定要用凉水给它稀释啊，就是给它简简单单稀释开就可以了，别放太多的水，还是给它稀释搅拌，给它稀释成这样就可以了，成溜的啊，但别放太多的水。第二遍一定要用刚烧开的沸水去给它冲，一直倒到那种出现透明的凝固的状态就可以了啊，就像滴水成冰那种感觉，一直给它倒。哎，凝固了啊，瞬间凝固，然后开始给它搅拌啊。你别看它现在稀，你搅一搅它都变稠了，就是那种就像咱小时候吃那个糖稀，越搅越稠，越筋道越拉丝，看到没？这款坚果真的太多了，要不想卖这款呢？给它搅到这种程度就可以了，看看里面的。坚果，这个是核桃仁，有核桃仁、巴旦木杏仁，还有那个腰果，还有葡萄干、瓜子仁。嗯，一口全是坚果，这款藕粉就是微微的甜，特别适合老人、小孩吃。嗯，有的老人胃口不好的吃它特别养胃，而且有的那种总爱打嗝的、胃胀气的或者胃反酸的可以吃它调理身体。嗯，很多那种坐月子的宝妈就吃藕粉。好美，有那种活的特别精致的女生啊，一定要拍一张藕粉。这个东西就是一款养生的产品，这款藕粉合适就合适在里面坚果特别多，而且还给一个金属勺。